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第三节呢，雷霆是把比分啊追回来一些。然后我们看第四节啊，我们第三节真的是疯狂打铁啊！这一节我们必须不能再打铁，不行了。好，这一球吹响我们这边反击的号角。其实不是反击啊，我们其实本来是领先的，就搞的就是被对方已经追回来了。追的然后很尴尬。好，威少漂亮，威少，威少你接着给我突，哎，你就是给，哦，不是，他突不行，他突我们是不好防的，你给我投，哎，这个给威少，你给威少，对，给威少，然后让他投，你投，放你这么大你不投，投，你给我投。追平对手，好，漂亮。这哎，天哪，他们都一直这么积极的拼杜兰特，有点意外。这比赛怎么这么焦？给，他们获得了机会，给姚明，姚明的三分机会。姚这次出手有点这是稍微有点。大家，但是控卫控制到挺大的，威少你别。别突了，突你就是挨帽，我跟你说，你就投就对了，安心投。威少在那给我们接着当卧底，阿联打一个也没有，你这边双方这边防守强度很高，哎呀，给威少打呀，你们怎么搞的？替补球员们看到这个扣篮后简直疯了一样，他可能只是想让比赛暂停。没事啊，我们这边还是目前是一分的优势，还是有优势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这突然怎么就断电了呢？怎么搞？传，姚明，哇，这也打铁！哎，我们这突然之间一波进攻就不会了，中国队怎么突然不会了？这我就有点搞不懂了。平常也不是这样的呀，感觉。杜兰特这今天也是挺铁的，杜兰特现在要去休息了。他们队目前领先。仿佛我们这边的人突然不会打球了，这怎么搞的？传球给德罗赞，超远。德罗赞超远三分。这一球不太好。雷霆队得球，完美的第四节只丢了两分。罗伯森拿球。传得好，他对这个高难度的篮板球志在必得，二十八，他的身高发挥的作用。挡一下，对，王拿中距离，罗伯森摘下，还是没有进，完了我们这，杜兰特得上来啊，他没什么出手空间，球被摇，漂亮，姚明这边抢断，别说了，赶紧的吧，放个犯规吧，真的，准备上罚球线，无语了都。裁判吹拉塞尔·威斯布鲁克的犯规，再不进，一罚进，对。这两次杜兰特怎么不上来？比赛进行到了第四节，距比赛开始已经快两分半钟。三分球，可以，投三分，威少。下半场的投篮命中率太低了。这边的威少不投三分，我们早就输了。应该把传球作为第一选择。球王是很终于得分了，目前为止今天投篮没怎么进过，我觉得这样的局面可以一直维持到比赛的最后。下半场逐渐意识到外线的这个投射实在是太不稳定了，我们简直就是一支。现在是第四节，这球队真的是外线没有一个稳定的。哎，威少又来了，又投了。雷霆队又投丢了，他在这一节完全消失了，进攻一次都没有奏效。我敢肯定，他很想快速的结束这段低迷的状态，然后重新开始。在外线，德罗赞球到了姚晨，姚明，到了阿联，一拿球，球又回给了姚，亚当斯实施包夹。一脚德罗赞中距离，这是你的。我发现投篮怎么就没进一个啊？这是怎么搞的？不是太夸张了吧？上半场打得还好好的，还领先蛮多的呢。我们那时候怎么搞得到这个时候突然就不行了？突然就不行了呢？主要是在低位制造杀伤，没搞懂。那是他们的比赛计划，让他到三秒区去攻击对手。这个大个子状态，杜兰特上，杜兰特怎么还在休息？休息够了没？好帽。他们准
准备快攻。是吧？给姚明，球出手瞬间裁判抢哨了。杜兰特该上来了，你真的你这搞事情啊，有点。德罗赞留下去。杜兰特休息够了。里面犯规，他可以罚两个。第一球罚进，现在他领先四分。这两次罚球都罚进了，双方比分只差五分。罚球线上表现不错，现在已经扩大到两个回合的优势。目前来到了最后一节，比赛已经快打到三分半钟。雷霆队腰疼丢了，好，哎，对面疯狂打铁，不错啊。每一个球，而不是这种愚蠢的三分尝试。杜兰特啊。那有点紧啊，姚明这边都空了。四十五度的这一球投得非常好，他知道自己比防守球员高得多，所以跳投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俄克拉荷马持球，他们落后七分。福格森打球，哇，你这球太高难度了吧，大哥？你以为谁啊你？浪费，可惜球没进，球到了杜兰特手上。打保了乔治。罚一个，他想出手的时候，但球没进。轮到俄克拉荷马反击了。可以这么说啊，他们已经不可能再扳回来了。是的，到了此时此刻，比赛已经成为定局。我把这个球交给了尼斯，他完全碾压了防守球员，他们故意犯规了。没事。如果不是威少这么打的话，我们真的赢不了。都罚进了，双方比分差了七分。罚球表现不错，稍稍扩大了领先的优势。雷霆队叫暂停了。接到界位球之后，来了一记。哎，埃灵顿手感不错，姚明这个球防的下快攻，他的防守非常努力。如果他缠上你，你就别想轻松的命中三分。王世鹏，他们本来有机会把比分优势扩大到两位数，但这一球还失了。算了，赢都赢了，内德出手。俄克拉荷马城这次运气依然很差。今天反正我发现一拿球投不进，投不进。客队获胜，行吧，反正也赢了。大家可以关注关注。显然是这样，苏老师。好，拜拜。